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早上一睁开眼睛，都在做选择。你说是吗？穿什么衣服啦？吃什么早餐？甚至于坐哪路车？坐地铁还是坐巴士？都在选择。其实，人生有很多重要的选择。有一次我哥哥跟我讲，人生有几个大的选择。第一是选择学校啊，这个今天做家长的很敏感，是吧？甚至于现在一口号说要赢在起跑点，就说幼稚园的时候就很重要。选学校当然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。第二呢，选工作，将来学校出来了以后做什么工作。还有呢，更重要的是选对象、选配偶，啊，那更重要，我们不否认。但我的大哥就跟我们讲，最重要的选择是信仰的选择，因为一个人信仰的选择会影响到你对学校、对工作、对婚姻的一切的选择。我想这也是肯定的。所以今天啊，讲的选太多了，选举啦，啊，一般的公民都有选举权，选拔哦，运动员选拔，哎，现在又有选美等等。但是作为我们讲呢，最重要的应当是做些什么选择呢？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：选择上好的福分。选择上好的福分。我们按照圣经来讲，其实选择是上帝赐给人的，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不像动物都是受人的支配安排的。人，圣经讲，我们的就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但恩典也好，信也好，都是出于上帝所赐的。那么有人就问黄牧师，那么人到底还剩下什么呢？连信心也上帝给的。我就说，就是选择权。上帝在最初创造人的时候，就给人一个自由选择权。这和机械人不一样，和电脑里面你输入什么，你就能够调出什么，拿出什么，也不一样，这是固定的。但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智慧，有判断啊，有感情，有选择，有主权。但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要负上全责。外因只是外因的作用，最最要紧的是你自己内在的选择。好了，我想今天讲的题目是选择上好的福分。让我们先读一段圣经，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的家里。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事后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：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上好的福分，我想先来讲讲这个福分的福，好不好？中国字我始终觉得，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
一个文明的古国。中国的字里面有很多含义是非常的精确，非常的美好，包括这个福分的福。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先祖造字的时候把这个福分是怎么理解，再来对比一下今天好不好。福分的福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左边是一个四字，如果按照中国有些字的造型是造型象形的话，这个四就是一个祭坛，四是表示祷告啊，祷告。那么在右边呢，上面是一横，在中文里面这个最高的一横永远是代表天啊，一个人字加一划变个大字，哇，人很大，但是呢上面再加一划就天，天比人大，上帝比人大。所以这个福分的福，右边是一个一横是天，下面是一个口字，口代表什么呢？人口，人丁兴旺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下面这个田地的田代表产业，因为中国的古代是一个农牧业的社会，田地是一个财产的一个象征代表。好了，那么构成这个福分在中国古人的概念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不断的祷告亲近上帝，把你的快乐，把你的要求，把你的愿望，把你的难过都告诉上帝，因为上帝在天上。然后呢，家里能够和睦相处，而且人丁兴旺，不要孤孤单单的，这不好。当然还有点田地有财产，这个凑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人对福分的一个概念。但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呢，哎，银行来在我们家门口贴那个福字，贴倒了。我开始说怎么搞的，你贴反了。他说不是，这是福，福气的福，临到了，所以要倒过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样一倒，把我们整个的对福分的一个正确的概念都推翻了，都颠倒了。什么在最上面？田地就财产，财产今天很多人认为，哎呀，我有家有万贯，那才是有福分。今天我散步的时候，我碰到一位，他说我有钱了我就开心了，我有钱了我什么忧愁都没有，以为有了钱财就等于有健康有喜乐有平安，其实是不必然，甚至有的时候是反过头来，把财产放低，结果很多人呢把家庭，把家庭的成员都疏忽了，疏忽了，而上帝呢更加是放在最后，甚至于轻视上帝，践踏上帝。这是构成今天的人的一个福分的概念。什么最有福啊？有钱最有福，家里的产业最多就有福，以致把上帝，以致把祈祷都疏忽了，都颠倒了。正因为这样缘故，今天对很多人讲来，不是有福分，而是带来了灾祸，不幸，痛苦，不安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探讨什么是上好的福分。上好的福分要你拣，要你选的，对不对？上帝给每个人有这个一个机会，有这个自由，而且这是最宝贵的。在这点上，上帝都不勉强人，上帝可以劝勉人，鼓励人，但上帝不会强迫人，让我们自由选择，而这是所有的人权当中最重要的一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看看马大跟玛利亚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小村庄，在靠近耶路撒冷，是犹太的首都，靠近耶路撒冷就六里路，一个小村庄，但耶稣平时不喜欢待在大城市，
当然那个时候旅馆也很少，耶稣也不会花这个钱，他喜欢在伯大尼这个小村庄，因为那里有一个家庭，这家庭成员很简单，一个哥哥拉撒路，一个姐姐马大，一个妹妹玛利亚，没有提到他父母或者过世了，或者他们是孤儿，我们都不敢讲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家庭是耶稣所爱的，也是爱耶稣的一个家庭。耶稣这次到耶路撒冷去，他照习惯那样，他不住在耶路撒冷，他情愿来到这个小小的伯大尼，这一个可爱的宁静的说不定很简朴的一个家庭。我们看看马大，我查了一下，马大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个太太，一个尊贵的妇人，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，一个个性，就喜欢服务，喜欢招待人，接待客人，尤其是喜欢接待耶稣。这有什么不好？绝对好，服务是快乐之本，而侍奉耶稣、服务耶稣是真正的快乐，像一首赞美诗所讲。但问题呢？问题呢？第一，他思虑烦恼。圣经里面讲思虑烦恼，因为事情多了啊，手忙脚乱了。哎呀，就想今天啊，我可能菜不够，今天可能油也少了，思虑烦恼。今天可能想到耶稣来，我怎么可以这样招待？思虑烦恼。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也有啊，有的时候太忙了，哇，结果也会这样。我喜欢中国字，中国字这忙怎么写？一个竖心边，旁边一个亡，死亡的亡。我想忙固然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死亡，甚至于灵性的死亡，太忙了。但我想到当初还有一个过渡的一个时刻，如果把这个心放在这个亡下面呢，就是忘，忘记的忘啊。由于太忙了，忘记了什么？忘记了家里的成员，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，忘这个，忘那个。然后如果再不注意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摧残我们的身体健康，甚至导致我们死亡。说不定也正因为太忙了，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灵修也疏忽了，去教会也疏忽了，亲近主也疏忽了，连上帝都忘记了。在我们脑子里盘旋的尽是那些世界上的事情，是这样吗？我想是这样。那么首先他是思虑烦恼，服务如果是很开心的，那很好啊，啊，服务可以提高我们，服务可以升华我们，服务可以使我们给别人带来快乐，自己也得到快乐。但思虑烦恼呢，却是折磨自己，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也在折磨我们周边的人。因为看到我们手忙脚乱的，看到我们好像啊心神恍惚的，甚至看到我们脸上带着一些不喜悦甚至发怒的样子，马大就是这样。圣经虽然这个思虑烦恼是耶稣讲的，圣经真的耶稣是很爱马大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把第二点点出来。我想第二点他是怨天尤人，可以概括刚刚我们所读过的圣经。他就埋怨了啊，先是他本来是好好的想接待耶稣，现在埋怨耶稣了。他说，你让我的妹妹一个人留着服侍，你不在意吗？啊，那对他的妹妹呢，就更不要讲了。你，啊，你的安安静静就坐着，手也不动，脚也不动，让我忙个半天，怨天尤人。你我有这经验吗？思虑烦恼以后，
就开始怨天尤人。哎呀，我为什么要落到这个境地呢？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呢？我为什么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？上帝啊，你为什么如此待我呢？怨天尤人。第三步呢，他开始指挥主耶稣，那更不要讲指挥他的妹妹。他口头上说主啊，什么叫主啊？主就是主，主就主了，我就是仆了，我就是仆婢了。哎，他口头上说主啊，其实是要耶稣听他的吩咐。主啊，啊，他怎么讲？你不在意吗？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。虽然也用了个请，其实呢，他在关照主耶稣，吩咐主耶稣要安排玛利亚去帮助他。圣经没有讲到耶稣有没有这样做，或者玛利亚是不是到厨房去帮他，但留下的却是更有价值的一个记录。耶稣怎么讲？耶稣回答说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不可少的就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你们有没有经验？当你们两次称呼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啊？要么很重要啊，要么怎么样，表示语重心长。我像耶稣这里说马大，马大，既是语重心长，又是苦口婆心，也可以说是怎么样，真正的非常的惋惜。马大，你很好，你服侍服务的工作很好，你想招待我也很好，我也很领情，也很感激你，每一次你都这样招待我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你却思虑烦恼，你却怨天尤人，你却倒过头来现在要指挥我。那么我们转而就看玛利亚了。玛利亚这个字呢，这意思是苦的意思，是吧？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辛苦，我们以后一点点一点会讲啊。就连现在他也被误会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也苦啊。他的姐姐又误会他啊，你的瞎眼，你的啊，卷着手就坐着听耶稣，不是被误会，被人误会是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被自己的亲属误会是更痛苦，尤其自己的动机本非如此的时候，那个冤屈是受起来很难承受的。而玛利亚呢，耶稣怎么评价他？他说他拣选的是一个什么？他拣选的福分是不可少的，就一件是不可少的。各位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福分的福，在中国人的概念，我们现在就进到这里来讲，什么福分是不可少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可以少的，算不算福分？就算福分的话，算什么福分？不可少的是什么呢？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做父母的，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尤其到春节，中国人对不对？什么是不可少的？哦，你说我家里应当啊、有点饺子，有点菜，有点鱼肉，这个也很正常啊，甚至有点花生、瓜子、糖果招待客人，这个也讲得过去。但这些是不可少的吗？不可少的吗？有什么是不可少的？你也思想一下。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
在某些场合，什么是不可少的？如果万一不幸，我们的大楼失火了，警铃哇哇哇响了，那每个人都要逃出去。那你这时候拿什么呢？拿什么呢？什么才是不可少的呢？啊？你不会去拿到草纸吧？你也不会去多拿件衣服吧？可能你最要拿的一个是钥匙，说不定是手机，有人说钱包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总认为是不可少的，你才会去拿，才会去要，对不对？不可少的，真正的福分一定是不可少的，可少的，就算是福分的话，不一定是在福分的怎么样顶上面。第二呢，就讲到人不能夺去的，这才算是福分。人如果能够夺去的，算是福分吗？什么是人不能夺去的？有人就说，钱如果掉了、损失了，还可以再赚回来，再得回来。如果健康损失了，健康失去了，那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有的时候也可以恢复。但如果人的品格失落了，道德沦丧了，那这个是更严重了。但如果一个人生命都没了，那你要挽回你的品格，你要找回你所失去的东西，甚至于恢复你的健康，那更不要讲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什么是不能夺去的？听说有些女孩子很喜欢戴金项链，但是呢，就因为脖子上有条金项链，给人拽一拽，把链条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些女孩子很喜欢买名牌的手袋。什么 coach 啊，什么等等，很贵很贵，谁知道旁边一部摩托车经过，一拽就夺去了。那你不要以为男的就没有，也有，也有，对吧？什么是不能夺去的？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对吧？你丈夫若妻子被人夺去，那可严重了；你孩子如果被人抢去、抱去、偷去、夺去，那可严重，是不是？你的名誉如果被人夺去，那也严重。什么是不可夺取的？这才构成一个福分以及上好的福分。我们刚刚也讲过，福分也有等级的，对不对？有等级。那我有的时候就说，就像这个英文字的这个形容词，对不对？有比较级，有最高级。那比如说好，就我们就讲好，因为讲上好，好 good。 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世界的时候，你看圣经里面多次的记载，除了一天例外，每一天上帝所造也都看为好，这是好的，好的。而到了最后呢，上帝说甚好，很好， very good， 英文就是 good、better、best， 啊，好，更好，最好。什么是上好的、最好的呢？这又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玛利亚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。为什么上好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人不能夺去的，夺去的算不得上好。是不可少的，可以少的不能算上好。玛利亚就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，说不定这次是耶稣偶尔有机会经过，何况耶稣光临到他们的府上，这是他莫大的荣幸，能够亲耳听到
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对他们讲述天国的道理，讲述那个救人的福音，讲述那个做人的真理，那是何等的福分呢？玛利亚选择，我们说每个人都有选择，马大没有选错，服务也是好的，但是呢，他的问题不在服务的本身，在乎他思虑烦恼，在乎他怨天尤人，在乎他怎么样倒过头来指挥耶稣。玛利亚的选择是更好的，他因为坐在安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听耶稣讲天国的福音。我们说玛利亚常常做了一些重要的选择，第一个就是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，他的痛苦也可以变成欢乐。他的名字为什么叫玛利亚带着苦，我不很清楚，但他在基督面前，他痛苦可以消除，天上的快乐可以庆祝他的心中，改变他的生活生命。另外一次，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二节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二节就讲到怎么呢？刚刚我不是提过吗？他们还有个兄弟叫拉撒路的，但有一度拉撒路非但是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怎么样？他们就差人去告诉耶稣，哎，他们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，他们倒不讲爱你的，是的，他们体会到耶稣很爱所有人，特别爱他们这几个人。你所爱的拉撒路病，但耶稣呢，听了这话呢，好像按兵不动，继续在那里住了两三天，然后呢，就对门徒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去吧。现在拉撒路睡了。”哎，他的门徒刚刚听见说拉撒路病了，你倒不去。现在拉撒路能够一个病人如果能够睡得着啊，能够吃得下，不是很好的迹象吗？其实耶稣意思就是说，拉撒路安睡了，死了。这他们当时还不了解。结果呢，好了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到那里，还没有到伯大尼这个小村庄，怎么样？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，就赶快怎么样？眼泪一抹，就冲出去，就讲一句话：“主啊，如果你早点到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至于死。”他们相信耶稣是天上所差来的那一位，是爱他们的那一位，是有能力医治疾病的一位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三天之前早就把这信息告诉你了，你如果早点来，我们的兄弟也不至于死啊。耶稣就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”在英文和原文就：“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”哎呀，耶稣当时讲这番话，马大不完全理解，但他不等于是没有信心。他说：“我相信将来天国来到的时候，我的兄弟会复活。”但耶稣当时他心中的主意还不是这样。好了，过了一阵，有人告诉玛利亚，玛利亚还守在家里，主来了，玛利亚也就冲出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圣经讲玛利亚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他带着眼泪，耶稣看着他哭。当时周围人说：“你看啊，耶稣怎么样，多么爱这个人啊，这个玛利亚多么爱主，爱他的兄弟。”因为圣经记载耶稣也哭了。其实耶稣不是为拉撒路哭，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有一个计划啊，他故意姗姗来迟有他的计划，他今天才来到有他的计划。
他是为那些犹太人心里刚硬而哀哭。尽管过不久他们要看见拉撒路复活，但是这些嫉妒耶稣拦阻上帝福音工作的那班犹太人怎么样，连拉撒路也想把他杀了，以减少耶稣的这个影响力。所以耶稣为他们哀哭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不是我今天着重要讲的，是要讲玛利亚带着她的眼泪，带着她的悲哀，也带着她的困扰和问题。她问的问题跟她姐姐问的一样，主啊，你如果早点来，我的兄弟必不至于死。各位朋友，尤其是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也会遇到痛苦，也会遇到疾病，也会流眼泪，甚至也会有肉身的死亡。玛利亚选择了带着自己的忧愁、难过、痛苦俯伏在耶稣脚前，这圣经的记载啊，正像他坐在耶稣脚前听他道样，他这是俯伏在耶稣脚前。各位，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一切在这世界上难免的事情，在这个罪恶已经进入的世界，有忧患，有痛苦，有重担，有疾病，甚至有死亡，我们可以带着这些，甚至带着我们不明白的问题，主啊，为什么我你这个亲人，为什么我的那个所爱的离开了我们呢？我自己有个很深刻的经历，有时我在北京，我妻子打电话给我说，你弟弟刚打电话来说你的大哥昨天过世了。哎呀，我一听见这个消息，我就关着房门，我大声的哀哭，我就问上帝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我真的是这样做。我想到我的大哥有四种博士，还不是四个博士学位，他是医学博士，是法律博士，是神学博士，是哲学博士。我们本来想我们都到了年老退休的年龄，我们将来能够有个组合啊，我的哥哥，我的弟弟，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把健康，把福音，把安慰带给一些有需要的人的这样的组合。我就问上帝，为什么，为什么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问题来到主人面前。我尽管今天还常常不完全了解，但我知道上帝说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正像天高过地那样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带着你的问题来到耶稣的脚前的安慰，求明白吧。我想再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位玛利亚，一般的解经家，我们教会认为就是后来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啊，他住在伯大尼。有一次伯大尼有个法利赛人患了麻风病，耶稣曾经医治他，所以呢他听说耶稣要经过，而且呢看来好像是啊，外面的风声都四面楚歌，似乎十字架的阴影已经投在耶稣人生路上。他想到耶稣医我的病吧，我总该请他吃餐饭吧，他今天过路。但这时候玛利亚他想到的是什么呢？他想到的是主赦免他的罪，他一度堕落，主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，主这样的爱护他，为他解围，主这样的帮助他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
用30两银子，就是一年的工资。当时一般人一天的工资1钱银子一天，所以就300天，就一年的工资，买了一瓶尊贵的真拿达香膏。像今天讲的，就是这是香水，是法国巴黎的真的香水，不是假的，放在浴瓶里面。趁着耶稣跟门徒坐席的时候，他就暗暗的进来。我们知道犹太吃饭跟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啊，不是这个八仙桌或者圆桌或者是长桌，他们是像沙发那样斜躺着，所以他暗暗的进来。他本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但是当这玉瓶一打碎，香气四溢，众人目光就投入到散发香气的点，一看，有一个妇女，头发遮住自己的脸，但只看见她的泪水不断的下滴。这时候，这个西门，这个主人一看，他认识这个女人，但是他的心理的活动被圣灵记，被圣经记载了下来。这西门就说：“哼，耶稣如果是一个先知，就一定会知道这女人是什么女人，是个罪人。所以他把耶稣医治他的耶稣，只看作连先知都不如啊。这是一，他对耶稣的一种认知，一个态度。说不定会不会想，哎呀，我请他吃一餐饭，是不是都有多？我不敢讲。他对人呢，他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。其实，坏人姐妹在他著作里面说，原来是这个西门勾引了玛利亚，让他失足，让他堕落的。结果他不知道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深重，相反，他藐视别人，他轻视上帝的恩典。耶稣就转身对他说：“西门，我进来的时候，你没有用水给我洗洗脚，这是犹太惯常的。但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湿了我的脚。我进来的时候，你没有跟我拥抱欢迎我，但这个女人连连的亲我的脚。我进来的时候，你什么香膏都没有准备，而她用香膏膏我的脚。”耶稣说，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，一个欠，用今天的话说吧，哇，欠5000万，一个欠了5万，结果都还不出，这主人就宽免了他们。耶稣就说，你想想看，哪一个人更加爱这个债主呢？他说，我想是应当是赦免多的吧。耶稣就转脸向着玛利亚，也向着所有的门徒使徒说，首先当大家争论玛利亚，意思就是啥事情用得这样浪费呢？用犹大带头啊？耶稣说，不要难为这女人。其次呢，他就讲他在我身上做件美事，而且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预备的，而且更加说以后无论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提说他所做的，做一个纪念。唉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耶稣，他是知道人性，他知道那个犹大要出卖他又讲了最漂亮的话，他知道那些门徒还不知道耶稣这次去不是去做王，而去为人类受难。他知道马大拉玛利亚出于一个肺腑心肠，是一种感激感恩。耶稣也知道那个西门不认识到自己的罪重，得到主的深大的赦免和洪恩，因为当时长大麻风既象征着不治之病，而且又是象征着犯罪的后果。耶稣医治了他，他不懂得这个，所以耶稣后来就说，那赦免多的，他的爱也多。因为玛利亚感受到自己赦免的多，所以他的爱多。你西门感觉到
你没有赦免多少，所以你的爱就是表现在吃一餐饭而已。然后，耶稣就对玛利亚说：“女儿，你平安的去吧，你的罪赦了，你的罪赦了，平安的去吧。”哈利路亚！耶稣就是罪人的救主。耶稣死了以后，带着他坟地，不论是尼哥底母的、亚利马太、约瑟的其他妇女的香膏，耶稣都闻不到。但是玛利亚的香膏的香气一直吹拂到十字架前面，给耶稣安慰，给耶稣鼓励，使他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使他知道在世界上能够拯救罪人，而罪人有的也会感恩，会回报，会荣耀上帝。所以玛利亚第三个，非但他安静地坐在主的脚前听到，非但他带着他的疑问，带着他的痛苦来到耶稣面前求解答、求安慰，他也带着他的认罪、带着他的悔改、带着他的献身和感恩，来到耶稣的脚前。我每每讲起这个，我心里受了很大很大的感动。我相信耶稣也感动，所以他说，无论到哪里传这福音，都要提述这个女人所做的，做一个纪念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，这也是上帝给人的最珍贵的礼物。人领受了这个，要为这个而负责。今天你选什么呢？我选什么呢？世界上人选的是不是你所做基督徒所要选的、所应当选的呢？世界上今天啊，有房子选房子，有了小房子选大房子，有了大房子选最好的房子。有人是选钱，有了10万要100万，有100万1000万。有人选美色，啊，自己老婆黄脸了啊，到外面包二奶、包三奶、小三等等。今天这世界的风气潮流是这样，我们选什么呢？哪怕一般人说啊，我要选一个名校，我要选一个好的工作，很多。后面的动机什么呢？我将来生活可以舒服。当然，我相信也有少数人，他们是愿意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，或者想探知更多的真理。但是，各位朋友、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才是真理的一个泉源，因为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今天很多的路都是引人走向死亡，走向败坏，但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。”今天很多吸引人的东西都是歪理，甚至是旁门左道。那当然，走到最后不是生命，而是死亡。在圣经讲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。但唯有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，才是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平安、福乐、光明、喜乐，让我们真正的得回人生的价值，让我们享受人生的意义，以及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可以在我们这些卑微人身上逐渐逐渐的恢复上帝造我们的形象。各位朋友、各位弟兄姐妹，你选择什么呢？但愿我们能够效学玛利亚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听他的道，带着我们问题求明白、求安慰，也带着我们的感恩和献身来为他而生活。愿主赐福。